4月26日，皇家商业银行在其罗兰岗分行新址举办招待会，感谢客户与社区多年来的支持。皇家商业银行总裁 David Morris、 董事 Christopher Lin、 执行副总裁 Aimin Vincent Liu、 执行副总裁 Suti Huan 等银行高层以及罗兰学区教委陈正志、钻石岗核桃学区教委童怡、前核桃市长秦振国等出席当日的活动。 David Morris 总裁表示，非常感谢大家前来祝贺，皇家商业银行已经服务社区15年，我们是第一代华裔美国人建立的银行，竭力为亚洲及美国华人服务。我们在圣盖博华人社区有多家分行，我们多数雇员能够讲中英甚至多种语言，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地服务美国华人社区。皇家商业银行于2008年11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郡 Los Angeles, California 成立其总部，并迅速将分行服务区域扩展至南加州、内华达州、纽约州、伊利诺伊州及夏威夷州，为个人及商业客户提供完整及创新的银行服务。2017年，皇家商业金控于纳斯达克上市，代号为 RBB。